这个世界上有人会为了某些事情或人物而去付出，付出了过后就会在那边等等啊等啊等啊等，等的就是回报的那一天，一旦他等不到，这样子就会怎么样，怪天怪地怪别人怪事情，为什么当初要帮他，他都不会帮回我的，为什么我努力了我却还是得不到，当时当刻的你会觉得彻底伤心，然后就开始会在那边责怪。如果你跟我讲你是真心付出的不求回报，那 OK， 你是一个大好人。那么如果你是付出了又期望有人会回报回给你的那一天，那么我跟你说，这样你不是真心想要帮别人，你是希望有一天人家可以帮回你罢了。所以我会劝你，你打不如不要帮，你怕自己亏，因为你想要帮人家，有一天人家会帮回你，或者是你做了这样东西，你希望以后你可以得到这样东西。但是如果得不到呢？每个人一生下来，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会有一刻等待着死亡。但是在你这一个这么漫长的人生当中，你试想一下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干些什么事？不如我简单的讲，你先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东西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人生就是一个经历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经历，那么这个经历是要好还是不好都是你自己决定，因为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当然每个人他们的人生都不一样，经历的东西也不一样，结果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所以不可能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。那么你花了一世人去付出来得到你理想中要的那一个结果，但是你得不到，这样怎么样？你不可能不想活，不可能即刻去死的吗？所以你的重点是要在你做着这一个过程，你就好好去享受当中的过程与乐趣。你帮别人好，你就当自己好心，顺便自己会的可以帮到别人，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想法。你努力了但是你得不到，这样你就想一下，我努力当中我学到什么，可能当中我在努力这样东西，我也认识到别人啊，我在努力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得到我的知识，起码我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这样之类的。无论你付出什么事情都好，不要期望一定有结果，人生也就是一段经历。那么你在这个经历付出了多少是对，你期望回报也是对，只不过我是想要说的，就是希望你不要期望越大失望越大，每样东西做得自己开心就好了。重点你要记得，这个会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。那么你要多一件不好的事件还是多一件好的事件呢？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想。这一集呢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可以跟托尼频道的托尼呢一起 crossover 拍这一集的影片啦。因为呢，我跟他一样聊了同个的话题，同个的 topic， 那么呢，我不知道他也拍了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当然也不要错过，也要去点击右上角的 i icon 来看那一部影片啦。所以呢，这一集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